王子文，1987年2月28日出生于四川成都，5岁父母离异，14岁一个人闯北京。父亲王行鹤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吉他老师。2006年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《谁是我爸爸》，正式进入娱乐圈。2016年4月18日参演《欢乐颂》，饰演曲筱绡的王子文演技大爆发，将剧中旁白那个古灵精怪、肆意洒脱、率性犀利、看似玩世不恭实则真实善良，让人又爱又恨，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一向精灵气质的他，这一次升级妖精，更以灵气的演技赢得了戏精的称号。凭借此剧获得第19届华鼎奖中国百强电视剧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影视明星奖项。2006年合作拍摄《生死桥》，与贾乃亮因戏生情，6年后两人分手。王子文塑造的这些性格迥异的角色，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演技也受到。